赵丽颖官宣，好想你迎来首位品牌代言人。9月9日，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官方消息，该公司签约知名影视演员赵丽颖为首位品牌代言人。9月9日上午10点16分，好想你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，正式邀请影视演员赵丽颖担任其品牌代言人。该微博一经发布，迅速引起网友及赵丽颖粉丝团围观。截至发稿，赵丽颖好想你品牌代言人话题阅读量已超140万。在9月5日开幕的2020中华枣香风情游记第18届好想你红枣文化节上，好想你重磅发布了红枣 IP 枣地，作为首位品牌终身代言人。当天，好想你副总经理石巨凛曾经对记者表示，好想你红枣形象 IP 的发布也是老牌新生的一种诠释，希望用超级符号与品牌谚语为品牌资产筑基，旨在更好地传递好想你这130年国民品牌内涵。从好想你最近一系列大动作来看，签下赵丽颖做品牌代言人，是这家知名的红枣企业为食药同源设计的支点之一。